下礼拜的时间就已经回来了。每天都要去球场，嗯，我
位置。哦，三到八点半。我下班了还要去球馆，我想在这边去打工一下。对啊，去打工，下班就去打工。看在什么？现在我都不想打。他怎么这样？反正你把他当运动吗？你把他当养生吗？对不对？